老旧斑驳，双北路上处处可见旧旧矮房或是老公寓，为了加速改建或都更，现在渴望一坪换一坪。以南港路三段这巷弄里面的都更案来看，可以看到整个土地面积高达3000坪，光是整合这100多户就花了超过3年时间。就是因为要都更，光是整合就很耗时。内政部放宽都更内政认定，5楼以下老旧建物若被评定内政能力小于0.35，给予原容积1.3倍容积奖励。原屋主有机会透过都更重建拿回权状上的一坪换一坪。一坪换一坪是绝对会有帮助的，因为实物面上面当初就是有很多人因为换回来的室内面积跟原本的室内面积是比较小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同意这个都更案。他的这个都更的奖励提高之后，其实不仅仅只会让这个住户提高参与的意愿，也会让建商呢多一点这个规划的这个空间。多出建物面积，还可支付重建开销，提高建商参与意愿，房产价值也估计高达数千亿。三立新闻郑俊旭、张耀轩台北报道。